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以水代酒哈？我们也是有来历的，我们是有讲究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，来回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想回顾，经典在放纵，不想回顾，经典在现。哎呀，哇！听一下，听一下，也是我们迎训的收官之礼。他还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诸位出征之时。明天你们所有人。即将要踏上新的征程，壮行之日怎能无酒？我们营中无酒，那我们就以水代酒。好，祝你们踏上新征程，干了！来，上酒壶，就完了。名画面，名画面，名场面开始了。往事历历在目。还没有查完。真的是名场面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壶中的酒，虽说是水。它完全不是，它是你们淋过的雨，踏过的浪，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洒下的汗，有点流过的泪，哇，有那味儿了。它比所有的酒都烈，比所有的情都浓。明天你们即将离开这里，说得好，迎接你们的是一个新的世界。对，在那个新的世界里。既迷人又凶险，既斑斓又壮丽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哇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哇，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脚下，是创造营的好男儿就都给我好好行路，来，让我们举杯，举杯，举，干了，举杯，哇，张雨绮干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张雨绮，干了啊，干了啊，举国无疆，与天不老，与国无疆，我都好久没有看过这个，不敢。